者邱巧珍台北报道。路易威登 LUISVUITTON 吊枪大师 Jackass Camellia Bellicrude 游历世界各地寻找灵感，将异国奇香及含有材料变成动人香氛体验，于2016年推出一系列同期款的顶级香氛 LASPARFUMSLOUISVUITTON， 为了带领更多人进一步认识路易威登的香水，路易威登特地首次将吊香师 Jackass Camellia Bellicrude 的香氛宝香玉送来台展示，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香水原料印香展演，将从品牌历史、香氛原料的采收提炼到香味的体验，让消费者亲身领略各种香精及香膏配方的独特个性。此次展览的香氛宝香其实这是吊香师 Jackass Camellia Bellicrude 创作香氛时的重要工具及灵感来源，它位于格拉斯香水工坊，有一个定制路易威登行李箱，箱内藏有近100种香水原材料及香精，当中包括广藿香、鸢尾花、木兰花以及非常名贵的沉香等。此次展览共提供了22种液态及11种固态香精及香料，当中三款品牌最独有的香味为以二氧化碳萃取的千叶玫瑰、格拉斯茉莉原精以及酒精浸泡提炼的 VVN 皮革原精。此外 LASPARFUMSLOUISVUITTON 的第八款全新香氛 LEJOURSV6 等各店面领略迷人芬芳。路易威登提供路易威登 LASPARFUMSLOUISVUITTON 香氛系列，路易威登提供借由各款珍贵香精原料体验，带领更多人认识路易威登香水。记者邱巧珍说，路易威登三月将上市 LEJOURSELB 零破晓，100毫升8600元。记者邱巧珍说，路易威登举办香水原料印香展演，此次展览的工具箱亦提供较小款的定制服务，定价9000欧元。记者邱巧珍说，全球共10个香氛工具箱供展览，台湾展览的工具箱为编号吧。记者邱巧珍说。